Hello，大家好，这边是冰斗，还有馒头。今天是冰斗的 bug 实验室的第一集。耶耶。好，今天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大非常醒目的一个 bug。好，这是需要你需要一个朋友，然后用五娘卡力帮你先中低你，然后你再钓鱼。中低我吧。Biu。哎，怎么没有？你要打，你要打那个，打那个，打那个假人。哦 ，biu biu 打假人 ，biu 打打打打打打。哎，成功了！你看我身上，你看我身上有什么？钓鱼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好笑哦。暴力钓鱼竿。好可怕哦！你看我一边拿着钓鱼竿，一边在玩。看我的，你看我的右手，欢英雄还是在的，好可怕哦！好，接下来是另外一个 bug， 我来找一下，这只好，这是谁的脚？这是谁的那个扇子啊？五娘卡莉的。好，随便你找随便一只英雄，然后呢，这是要打一个装备的 bug， 电吉他装备的 bug， 好，装备电吉他，好，这是。也是需要一个朋友帮助你，他需要帮你放超级头盔，等一下再放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刚刚不讲话。啊？干嘛？不要打我！好了好了，帮我放超级头盔，等一下等等，先不要放，我先把这往上。我站在你那个钓鱼竿那个发光的地方。好，你放你放这个诀窍就是，你看到超级头盔的那个机台的协调之后，就马上放招。好，放吧。啊，没按到你放到上面了啦！搞什么鬼？不小心放到这个石头。等一下我们下去好，这里有点危险。来这边，来这边，我快没血了。我的特色地图超不熟的，完全没踩过这个地图。放我。好。放我正中央。你看到血条。成功了。有成功吗？有成功，不要死掉！我差点，现在我拿着钓鱼竿和吉他了，我自跳，快没血！我现在拿着钓鱼竿和吉他，我要看，有没有看到？钓鱼竿跳不起来，钓鱼竿和吉他，这是天衡者，钓鱼竿跳不起来，冰岛，你下来给我看，有没有看到钓鱼竿和吉他？好帅哦！钓鱼竿和吉他。我在放别的招呢，还在，除非再放一次就会不见。可是这不会真的掉到。好，好了，这是今天的 bug 实验室的两个 bug， 吉他手跟钓鱼手都没有用，不过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超好笑的！嗷嗷嗷！好了。接下来，还有接下来啊，大哥，接下来是我自己发现的一个小 bug， 是怪盗盔甲的 bug， 可是在这张地图不能用。啊呜啊呜！这张地图不能用怪盗盔甲的 bug。哇，不灵不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去退出广场。Yes， sir， 退出。我建立一个游戏。啊，我的披风随便一张地图都可以，只要好，我去买一下我的披风，没差吧？随便一张地图都可以，可是好玩啊。好啦，可是它要有那个岩浆，就可以让你在上面跳。跳？就是你掉下去的时候。我先买一下装，我先买一下装。哦，好。看一下电装在哪里？电装，对吧？这是谁啊？踢掉。选择英雄。好了没？双眼剑客，30天，后买确认。好了。3、2、1，现在录几分钟啊？两个 bug 教学，现在4分钟，5分钟就够。一定要有岩浆的哦，一定要有岩浆。然后呢，你要准备这个。我忘记用那个了，400G。我忘记用400G。你站在那边不要动，我跳过去。我忘记用400G了。
我还要等。突然间有股冲动想要拿电装电。我现在要等，看一下在哪里。哎、欸，对吼，我还有这个头盔。这什么头盔？很烂的头盔。喂。我们先来打打哈。拜了。啊啊！就是这种可以喷火的这种。好了，要展现 bug 了。哎、欸，想干嘛 ？bug，、哦、我自己发现，在这里。使用怪盗盔甲。好，卡了，卡了，放在岩浆里就会卡住，而且也卡很多次，好笑哎。啊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很简单对吧？哇，很简单对吧？这是非常简单的。好喝。我没掉下去。不要。好了，那今天的 bug 教学三个 bug 就到这边喽。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好，我是丁斗。我是馒头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拜。